你来到重庆坦白，我是欧重庆。我们今天邀请到啊，两岸三地最负盛名的媒体高层，他是刘安昌的博士。刘博士好。郭博士好。是刘老师，我们看到啊，柯文哲、赖清德再加上侯友宜各出奇招，这是赖清德请出当年柯文哲的最大功臣，那就是姚立明成为竞选总部总干事。那么柯文哲也不遑多让啊，就把台湾首富呢纳到他旗下了，要成为他们共同的选举者啊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民调再加郭台铭的那个民调，这是一个独立区块，两者一加，看起来似乎就绝对不会输给赖清德，看起来两者确实就可以力拼了哈。只不过还是有略微差距。这时候呢，侯友宜好像被晾在一边，侯友宜当然也不可能闲着，他就请出了韩国瑜。不过呢，这个请出啊要加个上下引号，因为韩国瑜办公室是否定了这件事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韩国瑜该怎么办，或者是侯友宜又该怎么办？您觉得这三个阵营的大局现在有什么明确的变化吗？有请于老师，于老师请。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赖清德请出了这个姚先生，那么这个来说呢，我觉得他这一招呢还是比较犀利的。那毕竟是找到了这个柯文哲的身边的人，那么这个姚先生也未来也必定会给他提供相当多的炮弹。那么对。所以这个方面呢，其实我觉得赖清德这个还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做法。那么柯文哲如果真的是把郭董搭配进来，那就是这个柯郭配，那最后成型。那么首先我觉得呢，他要过一关，就是人家觉得他们这个是不是完真的？因为呢，这个柯郭配，郭柯配已经讲了这个大半年了，讲来讲去，到底这个郭台铭是不是愿意给柯文哲当副手啊？那么我们的赖皮侠又往哪里摆呢？这恐怕也是要解决的问题。不过总体来说，假如说柯文哲能够跟郭董配，那的确是有加分的效应毕竟这个郭董呢，起码还有5%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盘。那么加上去呢，那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民调来说呢，这个柯文哲加郭董，那就要胜过了赖清德，赖清德肯定是比较慌张的。那么现在苦就真是苦在那个侯友宜，侯友宜就算找了这个韩国金瑜。普松，金普还有聪、韩国韩瑜，国瑜等等等等，其实都是他们国民党内部人呐、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加分东西，都是他们自己人，只不过呢就是调动了一下而已哈。那么未来这个侯友宜如果是真是要背水一战的话，那么还是需要有一些狠招，要有一些见血的动作谢能谢的够部分。要引起这个所有的这个选民注意的动作，不然的话，那肯定还是目前这个排老三这个位置哈。那我们看到啊，这个过去的三国啊，大家比赛的是这个组织啊的胸怀如何，和组织的领导能力如何。再者呢，是比赛文将武将，文将呢比韬略，武将呢比他的勇士。那三国那边呢，之所以可以鼎足而三，是真的各自都有他的特长。你看啊，在刘备那边就有这个关云长，有赵子龙可以啊这个打出长坂坡。那么如果是在江东这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有周瑜这么有才华的人。而且还有吕蒙，后头还有陆逊这些超级军师，在北边人家有许褚啊，有张辽这些，那么各自都有自己的文韬武略，可以形成鼎足而三。那以刘老师这样看，目前为止啊，他们这三个阵营，赖阵营、侯阵营、柯阵营，是不是在文韬武略上也足以鼎足而三呢？因为国民党素来说是人才库最多，而且所谓泱泱大党，但是在最近呢，好像文韬也逊了，武略也逊了，可是他们的确。派出文将的最高，那就是金小刀；武将也派出最高，就是侯友宜本身啊。人家是救难英雄，这文武都已经派出最强的人来，竟然还是这个居于老三。这刘老师，您觉得到底是人才真的比不上另外两边，还是说国民党这边的人才没有经过update 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升级啊，还在1.0版，没有到3.0版，或者真的是他们技不如人呢？有请刘老师为我们点评新的《台湾三国演义》啊。我觉得那个郭博士，你刚才说到呢，就说到了这个国民党的死穴。其实呢，国民党的现在有名望的，还是有号召力的，还是他们的比较元老的这一辈包括王金平，包括这个马英九吴敦义郭伯雄等等等等些。但是问题，这些人好像现在也很难站在一起包括还有连战。那么他们之间呢，也有互相也有心结，也有而过且去老的的老。老，病的病，
是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如果就是侯友宜要是能够出招，恐怕要有一天要召集他们的大佬开一次武林大会，老的老的，少的少的也都要出来，要有一次的武林大会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他的副手一定要选一个真是有很强的，那包括侯友那个韩国瑜，但是韩国瑜好像意向也不大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一个是武林大会，一个是这个副手，那么这两个出来以后，可能对拉抬他的阵势可能会有所帮助哈。最后一个小问题啊，刘老师，现在他想要请韩国出山，韩国瑜呢当然是不愿意啊，因为人家韩国瑜之前是选正的嘛，而且韩国瑜的民调呢还游在侯友宜之上啊，这不就是天地反的吗？所以韩国瑜当然不会同意。但如果侯友宜选不出，而且拿不出韩国瑜出来，您认为他的副手该是谁呢，刘老师？这个恐怕如果我其实呢一直觉得那种过去的那种思维，就是副手必须是女的，恐怕也不一定要这种思维下去，一定还要有一个新的思维，一定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，甚至有一种中间派的学者型的这个这样的人物，不一定是国民党的阵营里边不来啊。好，刘老师，所以您觉得也许他可以打出一张新的集合牌，让中间选民多吸一些票，你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？对，好，我们静待侯友宜看他能不能开智慧啊，听到刘老师的声音。谢谢刘老师的点评，感谢。哎，谢谢欧博士。